党内不分区第一名，您的看法是？韩市长挂帅排名第一的话，我认为对于蓝白的这个选情会非常有帮助哈。那对于这个辅选的工作哈，会大有帮助。那这个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就位以后，那我跟韩市长，我们两个人哈，会努力的辅选哈。那我们会总统为箭头，总统副总统为箭头。那我跟这个韩市长哈，我们会全力以赴哈，那双翼推进哈，那然后协助我们的母鸡蓝白河的母鸡以及蓝白河的小鸡们哈，大家努力去这个选举胜利，同时呢救国家救人民。谢谢大家啊！好，市长怎么看不分区好？谢谢大家。跟游行跟院长吗？民众党会跟你们合作吗？谢谢大家。怎么看就是最强战队跟科技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好。会不会觉得朱立伦在买双保险啊？是啦，我说的是，我们应该是侯友宜跟柯文哲要相忍为国，哼，是。哦，那当然了，我想他排不分区第一名啊，很多很多的立法委员的参选人都觉得如虎添翼，而且呢，他如果能够到地方去助选的话，哈，应该非常有很多的乡亲会非常肯定，而且加分会不少。觉得对国民党好像没有信心。软趴趴，没有力量，离人民好像越来越遥远。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党要为人民服务，所以我要求，也要拜托所有我们国民党在我们党内，国民党党员要做什么？一不偷，二不抢，要打造光荣国民党。国民党的议员跟立法委员要做什么？国民党的官员要做什么？不贪污，不腐败。心中充满对人民的爱，如果做到这一点，人民会信任我们，
会把选票投给我们。各位，我们所有的鼓山大林雅地区的乡亲，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观点，请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看到这几年的政治啊，说不出来的心酸。当年我在高雄哦，我们黄昭顺主委、甘立委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同一天进立法院。那个时候啊，他一脸青春洋溢，我满头秀发。我另外一个同学啊，在立法院到现在还没有走啊，还在当啊，叫柯建明啊。我们是都同一天，在高雄这里啊，有一个最可爱、想托地、讲话非常乡土味。每次我在立法院就看着他，他的逻辑、他的想法，那也搞得懵懵不懂啊。他叫朱新宇。可是呢，我们真的是看到朱新宇啊，离开立法院那一刻，把他秘书助理都找来。把他银行存折钱全部都领出来发给这些秘书。我真的觉得朱新宇是非常有爱心，他做到很多事情一般做不到。当然他说我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把这个钱领出来给这些秘书，这是朱新宇做的，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感动。那个时代，各位乡亲啊，30年前立法院，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啊，我们都觉得惭愧呢。我们比不上人家，论口才、论理想、论热情、论干劲，我们真的比不上民进党好多优秀的立委。我讲几个你们听听看，我韩国瑜讲话我功德不？第一，我们宜兰的陈定南呐、啊，当过县长当立委的；第二，我们云林朱高正呐、啊；第三，我们台北县的卢修一呀、啊。第四，台北市选区的台南子弟陈水扁嘛，这几个立委非常优秀，我有时觉得说，为什么都比不上他们？真的是了不起嘞！我都想把票投给他们，我是不好意思，主委在这个地方，等下骂我。有的事情，有的是非观念可以超越政党。当我欣赏你认真努力，即使政党不同，我一样欣赏你。我一样帮你拍拖啊，我一样支持你，因为你的优秀让我觉得可以超越政党之间，这才是一个现代化公民应该有的政治知识、政治心理准备。那个时候讲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咱现在想看看，咱现在高雄都是民进党做立委啊，你再找一个立法委员，民进党全部把他找出来，跟当年的朱高正、当年的陈水扁、当年的卢修一、当年的黄煌雄、当年的陈定南 PK 一下。我们不怕货比货，我们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比较一下。各位乡亲啊，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民进党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他们现在呢，爱钱、爱权、爱弄派系、爱女人、爱贪污，所以那个民进党让我们发自内心欣赏跟尊敬的不见了。世上苦人多，他有能力就尽量去帮助这些弱势。30年前，虽然我是国民党，大家说要投民进党，我还会帮你拍拖，因为很多民进党立委太棒了。30年后，民进党贪污腐败完全离人民越来越遥远，两岸战争兵修战尾，你民进党到底在干什么？大贪特贪，大捞特捞。